大美女，大美女。嗯？呀，那花花不是挺喜欢他的吗？对。来吧。我今天不是美女，我今天是帅哥。大帅哥。谢谢。我都害羞。害羞什么？花花的这个剧本叫《交换世界》。男生和女生如果互换了性别，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一对在恋爱中的男女，男生温柔沉稳，女生坚强独立。这就本人吧，坚强独立就是他自己吧。反正他就希望男生更去多的体会女孩的感受，女生来体会男生的感受。剧本不错，是吧？剧本不错，来的正好，不要闲着。你知道今天的主题吗？我知道啊。我本来想说戴个假发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剧呢，我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处在别人的位置上会要以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心态去交往，如果能发现问题的话，可以被我自己及时的去得以纠正。我喜欢那种温柔型的，你懂吗？不好意思，刚好我们就不是。我教给你一个速成的方法好不好？什么方法？就是把所有说我的地方都说人家。好啊，可以吗？人家特意给你带水来了。人家特意给你带水来了。我打不开，人家打不开。来来来，谢谢。加油！那个棚子我拿不下来。真是没有用的男人，好恶心啊！哎呀，这……哎，找到你真是福气呀！你看，我就在里面举着呗。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哎，哎，哎！我跟你讲，要不是我胜负欲强，我才懒得做这个。哟，还是个铁娘子呢。